第三鎮公所为着肯定社区志工长期投入服务社区，展现关怀以及落实福利社区化的精神，举办着竹山有志一同社区志工表扬暨社区联合会。鎮長陳東牧正感谢志工长期奉献，也希望会当有更加多志工来加入。我们希望说，我们再继续加油努力啊！我们比较会的，我就带点比较不会的，把人经验传承。第三鎮公所特别举行竹山有志一同社区志工表扬大会。总共有88位志工，年龄为65岁到95岁拢有。你除了理事长、总干事这一些重要干部要努力之外，重要就是现在是我们的志工群。只要志工坚强的话，我们工作的话就会做得很顺遂。因为大家是义务职的，义务职的就是需要志工啊。所以说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志工，有些长期以来的一个在地方上的一个努力跟付出，还有些已经做了10几20年了，真的非常感恩他们。社区中辈表演之下，为颁奖活动热烈展开。这些表演者拢是受奖者，中辈用幸福小鸡传承的课程所学的力量来庆祝家己的节目。过去因拢是点点的付出，借着这个表扬大会，和大家国际民族会非常欢喜。那我们希望明年哈，如果这些志工还能够继续的配合政府来做一些推展一些社会福利以及公所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以及中央政府的政策等等。的一些计划型的一个活动外，那我们希望还继续的为我们公所这些在地的老人，还有我们的长青老，还有我们的妇女，还有我们的妇幼，弱势儿童，以及我们的新住民朋友，这些的福利来更创一个佳绩。今天志工毛新住民加入，会当看到第三多元融合。鎮長陳東牧表示，每一个社区拢是一个大家庭，希望社区会当建立一个良善的社会气氛。感谢那镇长，这是为我们的姐妹表扬。我们就是想在竹山镇公所为这边服务，为了我们的姐妹啊，有的还不懂一些中文，或是镇长的一些公告啊，就让大家知道这个讯息，可以翻译我们的母语，让的我们的姐妹可以更了解那个竹山镇的一些讯息。差不多去要到3年，我怎么来去？我若有菜，我就甲摕去。若在时要去，我就给他倒精彩倒做菜。若要社区要扫的，我就给他扫的。今年是志工表扬第一年，除了表示感谢之外，最重要的是肯定志工长期的奉献，也希望透过这表扬，会当吸引更多人做伙加入志工。我叫柯丁昌，报道。